欢迎来到芭蕾世界，我是你们的郭宇浩。我们今天来说一个新话题，双腿三维立体螺旋拧转功能。如果你掌握了它，你就掌握了双腿在芭蕾训练中所有的基本姿势。我们的腿呢，就好比这套毛巾，大腿、膝盖和小腿，我们在直立的时候如果没有拧转的话，它就是松的。要想做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必须从髋关节和脚底同时发力，当然还要加上腿部的肌群。有了拧转，我们的腿就会更结实。当舞者正确站芭蕾脚位时，大腿股骨必须螺旋式外旋，前脚掌却是反向内旋的，以至于小腿胫骨螺旋轻度内旋，整条腿像毛巾一样被纵向的拧紧，髋关节、膝关节及踝关节形成垂直抗压轴，运动压力、身体重量在膝关节内均匀分散开来。当我们的大小腿反向拧转的时候呢，膝盖里的十字韧带就会交叉的紧绷，提高膝盖的稳定性，髌骨的活动范围也会提升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，请搜索《我行我素芭蕾 Master 的秘密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您可以在芭蕾世界的官方平台找到。谢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次见。